天呢，特别特别的邀请到了那个最拉风的男人来到我们的全员主场，他就是地狱主战队先发打野 AKA 电竞界不死鸟 AKA 影视熊 AKA YT 圣母的猪猪宝贝，高通亚洲统神张家豪，太神啦！我想说去年啊，好，我有去那个洲际棒球场，对，中心兄弟的主场帮他们加油，那天是乡民日，可是今天呢，我们是电竞日，我不当人啦，九九我不当人啦，今天要当一只星星。身为一个超越年龄追求梦想的自费电竞选手，心情怎么样呢？可不可以跟没有啦，你开玩笑，我的实力怎么可能自费，没有，那个开玩笑的啦，那个只是那个情况不一样，时空环境不符合我，只要一鸣惊人你知道吗，就只要时间到了怎么样，那个沉在海里的沙子终会发光的，今天努力啦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比较喜欢打击啊，我现在去那个大鲁阁打我都可以打到120、130，你知道吗，就打击我比较有兴趣，投球真的手软无力了。好，那没关系，就是尽你的全力，好不好？帮我们今天比赛开球，跟同学跟准备好，为今天比赛开球了吗？